各位大家，早上好。呃，从事传销十八年，为什么今天可以让我们夫妻俩放弃过去十八年的传销公司，全职全辞职了，全职在爱多美。除了看到刚才我们呃 j 啊，做司 n 我们的 Sharon r u s e Master 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产品，今天我们做这么大的决定的其中一个因素，今天我想跟大家谈。 为什么我看到爱多美的制度可以让我睡不着？当然，除了爱多美的制度之外，还有很多因素让我们人生做了这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呢，选择了爱多美，放弃呢过去呢我们在之前公司还拿着高收入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放弃？这个今天想不想知道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好了，没反应。当我看到爱多美的时候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爱多美今天大家一定要看懂，看不懂的人，很多人会告诉你，今天爱多美的制度来讲的话，赚钱不是很快。 这样的话，这一个人肯定是看不懂爱多美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要看懂爱多美的话呢，我会拿我过去在传销里面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今天爱多美呢，我们说爱多美要改写传销、直销的历史。对的，爱多美今天要以爱多美的方式来做一个传销的全新的。 改革？什么叫改革？过去在传销里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说，过去我们介绍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，主要，呃，这个奖金来自哪里？来自这个产品的差价，对不对？过去来讲的话呢，如果朋友来介绍你买产品，请问大家，如果今天我介绍一套三千块的产品给你，我赚你一千块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。 这样我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过去是靠销售 direct profit，有没有来赚取这个利润？前面大部分的利润，对不对？介绍一套赚多少钱？不过来到爱多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奇怪，爱多美介绍一套有没有赚钱？没有，马上赚钱这么奇怪，这么爱多美是这样子有没有？所以爱多美不一样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探讨。 为什么爱多美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爱多美除了我们不赚这个差价之外，最大的不一样还有在哪里？过去来讲的话，传销在早期的时候以 direct r o f i 费来做一个呃这个奖金的这个 commission，对不对？后期在演变什么？设计出有所谓的配套，什么叫配套？有金级配套、银级配套有没有？以我没买过配套的请举手一下。 哇哦！Wow, 有人举过手哈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这样呢，过去还有讲配套，你必须要强迫买配套。然后呢，在朋友跟你分享全直销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要买多少套，要介绍多少套来回本。奇怪，身为一个消费者，为什么要回本？有没有？你介绍三个人，你可以回本；五个人，你可以赚多少钱？有没有这样子？ 过去传直销都是很多都是这个模式，不过爱多美今天不是，爱多美强调的是什么？爱多美强调的是顾客成功，就是消费者今天通过消费者呢，可以用到很品质高、低价格的产品，啊、哦，我们可以帮顾客省到平时省不到的钱，对不对呀、啊？ 赚取平时赚不到的钱，所以在爱多美呢？当你上到最高阶聘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上尊王，做完下面要不要什么？要什么阶聘？王冠接聘对不对？王冠接聘下来要什么？王家接聘等等。最重要，然后来到这个销售大师，最重要，销售大师之所以可以成为销售大师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消费者，爱多美非常重视所有的消费者。 我们不是因为重视来讲领袖赚多少钱，你介绍一套赚多少钱？爱多美是注重所有在座的家人，所有在座的消费者最重要，消费者成功，领袖才可以成功，认同吗？认同,认同。OK，想问大家，爱多美卖的是什么产品？日常用品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你们日常用品去哪里买？ 大卖场有没有？Just Go 有没有？Car For 有没有？很多不一样的大卖场。过去传统的流通业来讲的话呢，是怎样运作？流通业来讲，一般上他们在卖这个呃日常用品都好，我们平时要用的产品都好，他们会推出什么会员卡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会员卡拿来做什么？会员卡拿来做什么？积分换换礼物。 啊，不是换产品哦，换礼物或是折可以 discount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可以 discount。不过过去的流通业来讲，传统的方式来讲的话呢，他们给的 discount 是个人而已，没有跟其他人有任何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爱多美其实也是一个 shopping mall，不过呢，它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那一个 discount member card 来讲的话呢，是。 有跟大家有关系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今天你介绍朋友去咖啡买东西，请问过去来讲的话，你有没有好处？如果你介绍朋友去百盛买东西拿那个 member 卡的话，你有没有好处？没有。如果今天有好处的话，你感觉如何？可以吗？如果、I、Just Go 今天推出这个 marketing plan，哇！ 请问好不好？你介绍的朋友八胜给你奖金要不要？这样请问八胜来讲的话呢，有没有一天你们有几千个顾客群？有没有？如果全部都是你的顾客，爽不爽？你就想，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不过爱多美呢，就好像这样的概念，它给我们每一个人进来消费。 给你最棒的产品，最棒的品质，最合理的价钱。每个人的消费都跟我们有关系，棒不棒？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爱多美卖的，更何况是什么生活必需品，每天都要用到的产品，只要洗头、刷牙、洗脸来讲，包括上厕所，不卖下都有分数，好不好？哇，我非常开心。哦，有机会来讲的话，大家多点上厕所，因为有 PV。 有没有新年有没有上厕所？还是要上厕所？有没有有没有新年不用上厕所的人啊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爱多美就是生活必需品呢，都有 PV 哈。所以呢，今天来讲的话呢，爱多美呢卖的产品呢是柜台品质，然后呢还有什么价格？你们觉得合理吗？非常合理，除了合理，我得非常合理。 只有更加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爱多美来讲的话呢，除了这两样价钱之外，我觉得爱多美结合现在整个网络的生意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呢，网络生意现在是未来的趋势，你们认同吗？认同哈、哦。包括最重要，好像刚才我说的，如果今天大卖场所有的大卖场呢都有 marketing plan 的话，你觉得得了吗？因为这个是通过。 倍增的行业，啊、哦，过去倍增的行业来讲，二变四，四变八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就是把大卖场放下这个制度里面去运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说，今天爱多美呢，啊、哦，以这个大众精品策略，以大众的价钱来卖取呢高品质的产品。 所以呢，最重要，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哈、哦。在过去二零一五年来讲的话呢，整个爱多美退货率是多少？零点一九八千，代表什么？很少人退货，便宜好用的东西有没有人退货？代表什么？爱多美的产品非常棒。二零一六年我们的退货率才多少？零点一四八千。马来西亚在过去去年来讲的话呢，退货率才零点零九八千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 证明我们的产品品质一级棒，啊、哦！所以呢，除了这样子的话呢，过去跟跟以往的传销不一样的是什么？爱多美加入要不要给钱？要不要给钱？你们觉得不要给钱会不会过分？要求过不过分？过不过分？我觉得很过分，对于我们太好了。这么有公司来讲，不用收钱可以进会员，来给爱多美一个热烈掌声。 除了这样子的话呢，爱多美来讲的话，需不需要年费？需不需要年费？不需要年费。然后过去来讲，很多传直销来讲的话呢，单单收取年费都赚取很多钱哦。现在我们的会员有多少位？一千万哦。如果公司在一千万的会员里面，一人收一块钱，公司可以收到多少钱？一千万。不公司今天没有收钱，好不好？只需要。 一年消费一个有 PV 的产品，会不会过分？又是很过分哦，太容易了，对不对啊？来给公司一个这些掌声，好不好？所以爱多美呢，最重要哈、啊。我们讲这个消费与事业来讲的话呢，奖金还没发放之前，PV 不归零。 什么意思？今天在爱多美呢，只要你的主人、你介绍的朋友有不断在消费产品，啊、哦，当你还没拿到奖金之前哈、啊，还没有拿到奖金之前呢，奖金还没对碰，奖金还没拿的时候，分数保留到拿到奖金为止，棒不棒？你不用担心，你介绍了过后呢，分数不见掉，分数没有掉，放心，只要你继续介绍。 朋友继续用这么棒的产品，顾客用这么棒的产品呢，总有一天你会拿到奖金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呢，在多美呢，我每次告诉人家，我们的奖金制度呢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棺材店老板的精神，因为总有一天，等到你，总有一天等到你的奖金来，掌声鼓励。 所以在爱多美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是什么组织形态？爱多美的组织形态是什么？我们的 marketing structure 是什么？我们走的是双轨制度，对不对呀？我们走的是 binary。什么是 binary？binary 已经被全世界公认。听好哦，是全世界公认，包括大学公认，最容易成功的。 组织形态最容易成功的系统，给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？<laughs> 所以双轨制度来讲的话呢，呃，过去我从事的全直销，大部分。 都不是走这个双轨制度。当时在从事这些传传销的时候呢，面对什么？我觉得在过去的传直销来讲的话，个人能力要非常强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带很多不一样的组织。请问大家，带十条组织不一样的个体组织容易，还是带两条组织容易？请问大家，两条吗？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骗我？ 没有哈，过去呢，不过还是有人讲，啊，十条容易哈，这一种人呢，我们不要听，为什么？这一种叫做二九十七的人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哎，老师，什么叫二九十七？哦？二九明明四十八，对不对？但有些人还是跟你讲二九就是十七，这种人你不要相信他，好不好？ 所以总有人讲好，有人讲不好。不过我个人来讲的话呢，我非常深信。为什么？因为爱多美的双轨制度来讲的话呢，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去管理组织。因为过去呢，我领导十条线、二十条线来讲的话呢，今天带这条、带这条，每天都在各自的组织都没关系，所以带到很累。虽然人家讲做传销越做越累，我非常认同。 有没有非凡自由？到最后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非常不自由。所以呢，今天来讲的话呢，双轨制度，来，大家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在这个时间哈、哦，来，你们把你们的左手拿起来一下好不好？不要放下来哈、哦。啊，给力，干恩，给力，给力，OK。再拿你们的右手拿上来。哇，下前头。 摇摇两下，钱就掉下来。这样摇容易吗？为什么人有两只手，就是两只在摇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脚就是两只，你继续摇，钱就会掉下来，好不好？当然，这个是一个组织形态。OK，好，这样子的话，爱多美的制度来讲的话呢，基本上是无限代延伸。 什么叫无限代？就是不管多少代都跟我们有关系，因为一般像组织是这样，人介绍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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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讲的话，会不会无限代啊？不过过去来讲的话呢，包括一些哦，这里。 如有雷同，纯水销哈，有得罪的话，多多包涵。过去很多传直销公司来讲，在设计制度的时候，他们有代数，一般在在市场上有两种到三种的这个组织形态。一种是 leveling，什么叫 leveling？就是走代数哈，走代数。如果那一个公司有十代来讲的话呢，请问大家，十一代怎么办？有没有关系？将如果出现领袖在第十一代，你怎么办？ 告诉我，去还是不去？啊，你们骗人哦！去的人肯定是骗我，十一代。然后那板上呢？爱多美是有没有？有没有代数？没有代数的区分。然后最重要的第二个，啊，在市场上有一叫种一种叫做什么？blocking system。什么叫 blocking system？就是无限代。我也是无限代，不过无限代来讲的话呢，知道你跟我同阶拼，明白是吗？如果我是星光。 你是星光就会 block 到，对不对啊？就会拿到这一个星光这边。请问，如果这样的形态，你会希望你的下线上星光吗？会不会？这么你会怎么办？你希望上线下线上星光吗？不会哦。所以等下后面我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。 我看到爱多美有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呢，我非常爱。这个就是我过去等了十多年，为什么爱多美有这么棒的制度啊然后有这么棒的概念，所以呢，今年爱多美呢，组织还不还无所谓，我们还可以全球连线，不管到哪一个国家来讲的话，只要在马来西亚，你的祖国注册户口来讲的话呢，都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到全世界，棒不棒？接下来要去哪里呀、啊？ 有去印尼有没有？去越南有没有？去澳洲有没有？然后最终有没有去哪里？去中国，只要在爱多美这里注册户口呢，都可以把它带到全世界。这个生意太棒，而且全球连线经营。OK，不管在哪里呢，大家都是全球连线哈。所以，所以呢，今天在我们的主奖金分配里面呢。 公司把拨在制度里面的奖金里面是这样子分配哦，公司保留三十八仙，我们的安置奖金拨出四十四八仙，领导奖金呢我们有二十八仙，OK，再加上教育中心有多少八仙？六八仙，OK，好。所以呢，今天在多美来讲的话呢，个人通常在多美，我们卖什么？我们买什么？我们买什么,买什么消费者？ 我告诉大家，买随便，你随便喜欢买什么就买，好不好？需要什么就买什么。所以呢，今年在爱多美呢，你个人消费是不是一直不断的累计啊？刚才我说了，个人消费分数是永久累计。所以呢，在爱多美来讲的话呢，我们累计到哈十千 PV，ten thousand PV 来讲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开始享有。 组织的奖金，OK，基本条件。这十千分来讲的话，大概要马币多少钱？一百左右，一百一十块。如果你买精油贴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万分，这一万分呢，公司没有强迫大家买，自然消费，慢慢买，买宣布，买什么，一样一样买，买到十千分有没有问题？还可以累计，棒不棒？有没有压力？ 完全没有压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十千分慢慢累积到三百千分，慢慢累积到七百千分，再累积到一点五，再二点四哈，所以以此类推。所以呢，当你启动你累积到一万分的时候，你最高对碰奖金可以领到八十块。如果你个人累计到三百千分，你最高一天对碰奖金可以拿到两百四十块。请问大家，两百四十块一天可以吗？ 我看你们样子好像不够，我相信在做到今天来不是要拿两百四十块一天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你们的眼神哈、哦，有一点恐怖。为什么今天你们要来拿大红包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个人累计到七百千分的时候呢，你对碰奖金最高一天可以领四百八十块等等。OK，好，今天我们不讲太深，你我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先哈。来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安置奖金，我们的。 呃，这个 binary 奖金哈，对碰奖金来讲是这样子哈，就是看这个图。像这个图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有看到，我们是以点数来计算。如果你三百千碰三百千，你个人是一万分来讲，你拿到五点。所以呢，五点来讲的话，是因为为什么要用点数，不用用钱数？因为我们是全世界啊，在台湾你对碰也是拿五点，只是这一点价值多少钱？ 就要根据当地国家来计算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最高去到多少钱对碰？一天最高可以领大概五千块左右。请问各位，一天五千块足够吗？哇哦，非常够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为五千块来的，对不对？给你们一个这些掌声，好不好？我告诉，我还记得，当我接触到爱多美呢，我告诉我的上限。 你给我一天五千块，我非常非常够了，啊、哦，然后，然后讲真哈，要多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像爱多美呢，为什么设定在五千块？因为老板说，希望在爱多美每个家庭至少赚取多少钱？韩币五千万，等等你马币两百千。请问各位，一个月马币两百千收入够不够？够不了啊。 我觉得非常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爱多美呢，五千块呢，就是大概给你一个月收入两百千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公司要设定贷五千块？因为公司呢是希望，如果今天上面的人拿到五千块，剩下的分给下面的领袖，好不好？还是上面的人继续越拿越多，越拿越多，全部拿到完，对不对啊？ 对，爱多美呢？今天要五千，就是希望以后我们所有后面来的人都可以拿到五千块，好不好？嗯、所以爱多美，所以每次我们拍照哈，你会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，代表什么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赚取韩币五千万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我的红包就是给大家五千万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教大家怎样拿，哦，以后你努力去。 想办法呐，好不好？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呢，来这样呢，我们的对碰奖金来讲的话，每天计算对不对啊？这样我们到底几时拿奖金？我们是每个星期二拿奖金。今天星期几？礼拜天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今天礼拜天没有计算奖金哦，其他天数都算奖金，除了每年的一月一号不算奖金。 假期都拿奖金好不好？新年也拿奖金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每天计算，每个星期二你去检查你的银行户口，钱就自动进到你的户口。多两天我们又拿钱了，好不好？讲到这个领导奖金，所以我们的领导奖金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每一个月呢，啊，七号跟二十二号拿奖金。比如说你上销售大师，你的奖金将搬在七号，或是落在二十二号，就看你在那一轮。 好不好啊？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呢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呢，我们在每一个这个领导奖金方面呢，我们有全球销售这个总计分 PV 来分给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个销售销售大师有拿全球分红十八先，要不要拿全球分红？喂，多美很棒嘞！一上销售大师呢，你就可以享有全球分红的十八先，棒不棒？所以要上什么？ 要做什么？要做消费者，OK 啊，从消费者在慢慢不断的消费和介绍人来讲的话呢，慢慢累积就变成我们的这个销售大师。在爱多美呢，我每次告诉我的主任，我们必须给自己一个目标，什么？不是上销售而已，而且还要是自动型的销售大师，自动型的收入对不对啊？在爱多美，我们就要制造。 哦，去创造这个自动型的收入。所以呢，在多美来，到底怎样成为销售大师？哈，销售大师来讲的话，你个人一定要累积到七十万 PV，就是七百千 PV。然后呢，你的左右脚在两个礼拜里面，一号到十五号、十六号到三十一号这个两个筛哥里面来讲的话呢，可以达到左边多少？ 两百五十万又变两百五十万，所以这个我不讲了，OK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最重要上海销售大师呢，我们将在成功学院接受公司的表扬，有没有啊？啊、呃，在这里谁是销售大师？要请举手一下。哇，一个罢了，这样不止啊，很多。来，给你们一个这些掌声，好不好？所以公司啊，这些里面的详情我带过哈、啊。最重要，今天我再讲我们的钻石大师。 其实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？因为在多美呢，我们要成为钻石大师，我们必须协助我们的左边的组织跟右边的组织呢，栽培两个跟我们一样收入、跟一样职位的销售大师，我才可以成为钻石大师。听得明白吗？ 这两个呢，两个呢都可以在组织里面的哪里都无所谓，只要有两个人合格销售，右边两个销售我就可以成为钻石，好不好？我当初看到爱多美就是这一个模式，为什么？过去来讲的话，如果以代数来讲的话，超过十代、十一代的时候呢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会去理这一些人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不是我们不想理，是因为制度的形态让我们不想理。 哦，所以呢，今天爱多美呢，我们必须确保协助我们的下线成功，我们才可以一起成功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呃钻石大师呢，公司还会送我们这个 laptop 啊，还送我们六件组两套、啊，还有四件组哈，好好不好啊？公司送好不好？不过记得哦，这个是一次性奖励哦。很多人问我老师，这个是每个月拿吗上了？哦，我讲，你慢慢等。 OK，好，所以除了这样子的话呢，上 s h a r e n 来讲的话呢，我左边必须把我们之前的销售大师呢，慢慢协助他们栽培他们，有没有？慢慢建立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下一个我，就是变成这个钻石大师。左边两个钻石，右边两个钻石，你就成为玫瑰大师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这个月尾对不对啊？三月份哈、哦，我们有马来西亚的第一团的玫瑰大师团。 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好不好玩？我们去玩了，回来告诉大家好不好？我们带大家去玩先好不好？好哈，好哈，我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OK，还有拿现金八千块。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还有星光大师，这样我们有四张机票去旅行，然后还有这个现金奖四四万。其实呢，我本身做爱多美呢，我给自己一个目标，我就是要成为王家大师。这个是我当初开始接触爱多美哦，我们夫妻俩说。 可以成为爱多美的王家大师呢，足够了，已经人生没有什么遗憾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爱多美呢，王家大师呢，我还甚至称他为什么退休，在爱多美你要退休来讲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成为王家大师。为什么讲退休计划？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，王家大师要栽培两位星光在左边，两位星光在右边，对不对？ 这些星光大师呢？大概哈，我算过，一位自动型的星光大师呢，收入超过马币一百千。请问一百千星光大师来讲，下面两个右边两个，请问我的星光大师，他们上星光了，他们要不要继续做爱多美？你跟他讲不要做爱多美，他们会不会放弃？ 他们不会放弃，他们会抱住爱多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我我们成为这个王家的时候，下面有四个人已经在爱多美非常成功，所以呢，你才才可以真正的退休。不过退而不要休啊、哦，因为很多人还需要我们一起的齐心合力，一起去成长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所以在爱多美呢，当成成为王家大师呢，我每次在想。 王家大师的什么这么样吸引我？第一，稳定的收入；第二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在爱多美真的改变成功。然后最重要，我看到那一张信用卡，啊，爱多美的那张信用卡呢，公司八千块给你一个月刷，一定要刷到完，可以吗？刷不完的话，你来找我，我帮你刷到完。OK，好不好？这样我在这里呢，先祝福大家在爱多美都可以成为王家大师，好不好？ 好不好？最重要，现金两百千，拿到这两百千可以做什么？买一间屋子给家人好不好啊？还是买一间屋子给自己啊、哦？好好来疼爱自己，当你上王家了。OK，除了王家呢，我们还有这个呃王冠啊、哦，然后甚至呢还有这个新诞生的尊王大师有没有？ 一个家庭主妇来讲的话呢，可以成为爱多美最高的尊王大师。我还记得尊王大师当时来马来西亚还讲过一句话：“今天我可以上尊王大师，我是比任何人先到尊王大师的位置罢了。我在这个位置等着大家，也有一天成为尊王大师。爱多美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，不管你前面来，后面来。” 都有机会，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这个排队论哈。什么叫排队论来讲的话呢？今天不在乎你后面来还是前面来，只要你努力来讲的话，总有一天会到这个终点哈。请问大家最近最火爆的这个演唱会是什么演唱会？张学友哈，不是我讲，是你们讲哈，有没有去抢票？ 一票难求，难求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张学友来讲的话，请问大家，很多人在那边排队买票，等了几天，为了买票。讲真哦，买票最大的乐趣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买票的最大乐趣不是看到前面排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是看到后面排多少人，你才爽，对不对？当后面很多人在排的时候，你会继续很努力在排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站在前面。 爱多美一样，在四年前呢，在台湾当时会员号码有百多万号，很多人讲很迟了，很迟了，很迟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年很多台湾的领袖讲，还好我们已经当时做了决定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看过去，哇，后面现在多少号？一千万号。所以今天一千万号你还不进来来讲的话，将来你反过去有没有可能三千万号？有可能。所以呢，没有永远最佳的时机，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。 只要今天你踏出你人生的一小步，你踏出今天人生的一步，将会是你人生改变的一大步。做爱多美的条件是什么？其实，在做爱多美条件非常简单，就是成为一位专业的消费者。所以我今天讲，你成为想成为尊王，你必须选择，你不要担心现在迟也没有，今天是最佳的时机。为什么爱多美今天在？爱。 才刚突破一千万，将来有两千万，有三千万，有没有？快快一起来！所以呢，今天在爱多美呢，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消费者。所以我除了看懂爱多美的这个市场计划，觉得爱多美的成功系统非常重要。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呢，可以一间公司呢，看它棒不棒，就要看里面成功的人，到底这些成功的人是平凡人。 还是很有经验的人才可以成功。在爱多美，你会发现到很多领袖上来分享，我们是传销素人，什么素人？就是完全没做过传销，在爱多美都可以成功，这个才是最棒的系统。今天在爱多美，你不用，你不用去想你的上线厉不厉害，你自己厉不厉害，你口才口才好不好，你的下线厉不厉害，这一些都不重要，因为爱多美有。 这一个已经证实了的成功交易系统，我们的成功交易系统是什么？三大，第一个什么？我们中心说明会，全马有一百五十多家的成呃这个教育中心，你不了解产品，你可以去中心学习；你不了解制度，你可以去中心学习，好不好啊？ 有没有所有的中心长来讲的话呢，都拿出爱心来跟大家一起配合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一个体系，一个文化。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公司还有举办这个一日研讨会。今天在这个一日研讨会，大家感觉如何？我希望今天来讲，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。为什么？这个新年，我每一年在新年的时候，我都会思考，在过去。 看，在过去我学到什么？过去我我从里面学到什么？我一直不断的检讨自己。在新的二零一八年来讲的话呢，我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目标。我知道，我今天在爱多美，我要让更多的组员跟我一起在爱多美改变，在爱多美成功。过去十多年的经验，我记得，我不可以拿过去我十多年的经验来做爱多美。我必须空杯的心态，我必须感恩，我必须学习，从零开始。 当我们夫妻俩决定要做爱多美的时候呢，我们跟着爱多美的成功系统，包括我们的成功学院，领袖告诉我们在爱多美要成功，必须每一场成功学院都要出席。最重要，如果只要你出席三十六次的原则，你肯定可以在爱多美成功。今天每一场，我们夫妻俩都不敢 miss。 只要 miss 一次，我们就非常内疚。为什么？跟成功离远了一点。在多美呢？三十六次的成功法则来讲的话，一次 miss 要重新开始算，可以吗？要不要成功？要不要成功？开会要不要？很多人要不要成功？要。要不要成功？要。开会要不要？不要。怎样成功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在多美呢，我们必须踏出行动。 改变人生的这一个呃步骤哈，然后所以这三个系统，记得爱多美全力配合大家。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不管在座的每一位是谁，那一个组织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分组织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成功。所以呢，今天在爱多美呢，我们的文化原则齐心合力，然后还有原则中心的这个考区哈。所以呢，在爱多美呢，在这里顺便给大家提醒一下哈，在爱多美呢，我们的原则原则中心里面呢，我们是禁止大家囤货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是不鼓励囤货哈。所以一般上。 在爱多美需要什么就买什么，好不好？OK，不需要囤货哈。第二样，我们禁止来讲的话呢，抢线跟跳线有没有？如果你抢别人的线，下次人家会被抢你的线。你抢我的线，我抢你的线，到最后抢来抢去，谁敢来会议，对不对？ 所以今天为了维护整个我们未来的将来，因为这一个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，我希望大家家人都要来维护我们爱多美这么棒的文化。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来破坏爱多美这样的文化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以身作则，遵守原则中心。我们不要抢先，不要挑先。最重要，我们也禁止呃自行这个网络贩卖，禁止摆档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去巴沙曼兰摆档，我告诉你。 我会叫一一百个档口在那边继续摆，你摆我的，我摆你的，会不会乱？你卖的价钱跟我卖的不价钱不一样，会不会乱？所以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将来，我们这个事业三代的事业，我希望大家遵守原则中心，好不好？所以在这里啊，我希望在这个狗年哈，狗狗年呢，要狗年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做得够力够力一点，对不对？狗年呢，我希望来讲大家。 二零一八年，在爱多美，让我们一起在将来可以一起成功，可以成为王家大师，可以成为王冠大师，可以成为尊王大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今天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